冰清，我跟他说完，我跟他说了，我很喜欢。纳尼黄子韬直播大方认爱，等等，这位真性情的哥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吗？不管这人是不是我女朋友，你拍到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个女的跟我是什么关系。我跟任何一个女的在一块都是我自己自由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走走呛声过，恋爱不会跟大家说，这回态度180度大转变，他向粉丝坦诚，与胡冰清在热血同行擦出爱的火花。冰清，我跟他说完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喜欢你。这唯一能走进我内心的那个人，只有你。他跟我说了一句，你知道说什么吗？他一下子把我他把我打醒了，说：“你喜欢我是因为戏。”然后后来拍着拍着，我就发现，哦，好像还真是。可惜傲娇涛哥求爱失败，涛嫂宝座依旧开放报名啦。